两千人啊，但有密莲占用存岩，因梦同日存家，故因如所观，殊者自念俗灵无渴望有份啊，自立者引领自仰望当前的，好爱用心听咯。前面讲过去啊，修学无学人，极品极品呢，完全呐、啊，就是为着佛陀为所有的弟子，阿弥陀受记啦，阿受记呢，有前后，爱看根基，有因缘，真呢，就是佛陀啊，要予人人会当体会到。分歧佛性，人人都有生活的分性，所以人人可生活的信心嘛，要提升起来。不过生活啊，也都要有条件。咱家己人人虽然分歧佛性，也也都爱，人人呢自己发心，也也都爱人人自己呢身体力行修行啊。虽然天生自然有佛性，可是你一定呢爱去努力修行，才会当抵达。人人虽然有佛性，但是呢，咱就是用无明邪念给遮盖起来，这佛性的光明啊，智慧呢就可以给暗起来咯，发挥不出来啊。这就是咱所以凡夫。所以呢，一直都是定不在这份烦恼苦难中。咱若会当突破了无明啊，人人本具是佛性，智慧自然都现前啊。所以要消除掉这些无明，也都爱用功，也都爱努力啊！从下礼佛开始，得毗卢品，得佛受记，一直来，就是讲出了弟子过去的因缘，修行的过程，因缘成熟。自然呐、啊，佛就为因受记。前面呢，五百弟子受记品啊，都已经呢，有五百人、千二百人得记啦。啊，前面都有一一叫出了名，后面呐、啊，阿难。罗孝龙，嘛是大家人足认识的人啊，唔只是人间的人认识，天龙八部拢总嘛认识啊。因为这两个在佛的僧团中真特殊啊，一个呢是佛的同小弟，而且是。
亲近佛陀为使者，这什么时阵看到佛，绝对呢是阿难随在身边呀，发出佛口流入阿难心。这大家人拢知影，阿难的记忆啊真强盛，每一句话入阿难的心灵，绝对袂去害忘失去。阿难，那就是人人所认识、尊重佛，也是尊重阿难。这罗耶罗呢？是佛的子，而且受过了佛陀严格的教育啦。舍利弗目犍连呢，用心栽培，所以罗耶罗以密行，也是大家人拢了解。虽然唔是。常常都是名在人的面前真显露，真耀动在人的面前，虽然不是这样，但是人人知道罗耶罗呢，真正的正面啦，真有修养啊。大家知道罗耶罗以这个密行啊，虽然不是真显露，确实呢，知影伊是真有修行，所以人人拢了解啊。唯独佛陀也未叫着这两个人的名受记啦，所以在场呢，这一场有两千多人。这两千多人啊，心中有安尼的祈求啊，受记也未结束，因为呢，也阁有两位啊，佛陀也未叫出名，佛陀那叫出了这两位呢，也会当前后受记，可能我大家人。嘛是有分啦，佛陀呢是慈悲呀，我嘛拢总知啦。人人本具佛性，生活是必然的，只是呢前后处事而已啦。只干那期待佛陀呢亲口啦讲，阮。我那会当成佛，安尼，我会下定决心，身体力行，依佛所教法的大乘教育，我会安尼入心。这些两千人啊，虽然呐、啊，在迄个场面上呐、啊。阿难走出来，罗耶罗也出来了，在佛前表达出了因的心声，因所期待佛也会当点名受记，唔只是我两个人，在座两千人呐、啊，大家人。也有安尼的希望，这是阿难罗耶罗表达出来的心声。两位表达了后呢，当场啦，两千人呢都赶紧起来了，站起来，而且呢整理好因的衣服了后呢，恭敬作礼。就位啦，作礼。虽然大家人无开口啦，却是呢内心默念，安尼默默啊，会期待，期待
佛陀啊，除了阿难罗诃罗以外，阮嘛有份啊，这是内心的期待，所以因望同日尊者，故因如所愿，这是正面的文吼。那大家人嘛是如所愿啊，阿难阿呢，家己讲，希望佛陀受记。在场两千多人也这样的期待，所以这两千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一所愿啊。同日尊者就是亲像阿难跟罗诃罗同样，这叫做见贤思齐之念啊。看到正面的尊者一一得佛受记啦，目前呢，也阁有阿难罗诃罗啊，因拢总是人人所认识的人，所以看到这些贤人呐、啊，一一呢，佛陀一赞叹，一一呢受记，真呢，大家人真羡慕的心，所以。见贤思齐啦，思齐之念嘛，熟练无渴望有份。这哪会当讲，大家人都已经有得到啦？啊，哪会讲吼？这的人两千多人呢，哪会无期待？无期待讲吼，希望我嘛得会到啊！我嘛是足期待啊，真诶，就是因大家人围绕伫迄个现场啊，助力者引领而仰慕啦。大家颔棍啊拢伸长长吼，下伫咧听啦，听好啦，是毋是会当开始呢？向这两位尊者叫名。受记，然后接到，就是叫阮的名，阮也会当受记。真呢，一段文呐、啊，就是描述呢两千人的心声，见贤思齐，这是咱人人啊，一般都是真期待。亲像咱人间菩萨，别人做会到啊，啊，我嘛应该做会到啊。大家人伫咧赞叹，去付出的人啊，了不起哦，行善行孝啊，真正是了不起的人。尤其是呢，困难重重的地方。你会当克服真多的困难啊，完成了呢救人的工作，这嘛是予人真感动啊！大家人伫咧赞叹，某某人做会到，其实呢，我嘛真期待，我会当甲伊共款，我嘛会当做会到，人所希望。典范之一，我嘛真期待，我会当安尼啊，唔是做袂到。那顶顶的困难，唔是无法度去克服，有法度克服啦。哎呀，要讲，二十年前呢，那就是。1996年咯，4月27日，一群的组织人啊，有13个从台湾啊到青海去。青海是一个高山啊，迄个关山呢是。5000多公尺啊，
迄个所在，诶，空气真稀薄。咱平地人呢，要去哩到迄个高山，空气遮尼真稀薄呢。有个人啊，有高山症，呼吸未顺利啦，会气喘，会高血压，会头壳会痛。真多真多的症状呢，拢会浮现出来。但是为着要救人，因为呢，青海啊，在1995年的11月间呐，大雪哇，雪灾啦，真严重。真侪人啊，就是冻死呀！所有的牲畜啦、牛啊、羊啊，真侪呢的动物，嘛拢是安尼，互生食冻死啦，佫无通食长久的雪啊，安尼热解着整片的大地。迄波的雪灾啦，实在是真严重啊！咱听到安尼的信息啦，唔敢啦，尤其是这长的时间，从1995年吼11月间开始啦，一直到翻灯年1996年啦。也阁是同款呢，世灾一直呢，就是恶化，一直恶化。人已经呢，饿死个啊，冻死啊，身体呢嘛拢总呢，冻死啊啦。看到电视的画面出来啦，规个大地呢，真侪真侪拢总是。被冻死的身体铺满地啦，看到是唔甘嘛？希望讲是毋是会当去甲看卖一下？所以伫3月间啦，1996年3月呢，啊，这个中间，王副总带着几位呢？先去你看卖一下，哈、啊！高山峻岭，路是真歹行，真险要的地方，交通真无方便。知影迄个所在是遐尼真困难，因还是呢，真辛苦，真辛苦啊！有诶头疼，有诶啊，顶顶啦。去到迄个所在，所看到一望无际，都是白雪啦。看到迄个所在，人会贫困啦，啊，饥饿啦，啊，真多真多呢，吼，真无法度去形容吼，会苦难啦，因呢不忍心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勘灾啦。了解呢，因的情形啦，回来了后呢，真积极，也未到1个月的内底啦，马上呢积极准备呀。什么人愿意同齐呢？大殿的人同齐去呀，啊，有相助的师父，各有呢。几位的菩萨，总共合起来13位啦。安尼呢，到迄个所在去，好当然啦、啊，过程啊，迄款的苦呢，实在是说来话长啦、啊。不过呢，20年前，4月27号啦。在那个所在展开了救灾，开始除了呢
发放予因的物件，就是清苦。因毋是食米，因是食清苦啦。啊，清苦是啥物？实在是我嘛也毋捌看到啥物叫做清苦。迄当阵因提出来讲，要发放清苦，我讲哪会买白米呀？因讲哦，因就是食即个物件。除了清苦以外啦，也阁有发现金，因为呢，依赖生活的生畜拢总无啊啦，无生活来源。除了清苦的粮食、食物以外啦，阁发现金，让因会当去采购因所需要，因为迄个所在。咱无法度呢，用大批的物资去哩，只好伫遐采购青稞，参加用现金救灾。好、哦，这是二十年前啊啦。那想到迄当阵呢，真正迄个景象啦，真苦，是咱救灾呢困难最悬呢。迄、那个困难重重啦，这是二十年前吼、哦，十三个人呢，去到两个关西的乡去发放呢，有15,920外的人吼、哦，安尼渡过了难关啦，等于呢要到个16,000人啊吼。真的会当安尼伫迄个所在顺利渡过难关啦，两个关四个乡啦，这就是克服困难。其实呢，遮个人转来啦，吼、哦，亲像呢英雄啊，凯旋而归啦，偌呢真多人呢，一赞叹啊，20年前。今仔日安尼伫迄个所在呢，完成了真难诶一个哦工作吼，那下当呢将近16,000人啦，度过了因生命的难关呐，真呢实在互人足感动诶吼，那就是伫迄个时阵。了后的现在呢，现在的青海啊，那已经呢有第一粒种子、第一代的主持人出来啊，纪海明技术，因呢在2012年啊，伊看到大爱电视台啦，伊。看到台湾主席，啊，从主席过去的历史呢，伊看到啊啦，伊发心入愿啦，安尼来四川报名见习培训吼，安尼呢已经伊嘛受证啊，受证了后呢，现在啦伫青海。迄、那个西宁市啊，摊开了租界，已经有300多位的志工哦，而且呢，伊发心，这是伊的老家，伊提供伊的厝啊，会当容纳呢300多人。今年的岁末祝福，伫伊的厝里，伊提供出来来做。组织的联络处，在那个所在，内底会当容纳300多人，在那个所在祈福，可见这个家有偌大啦。那个厝应该是真开阔吼，容纳真侪人。这就是第一代，从第一粒种子啦。产生了第一代呢，的主祭人伫遐，伫迄个所在，
开始，自然就会当展开了苦难人啊得救。那这个爱心人啊，会当开开心灵的大爱，安尼呢，人人见贤思齐啦。你也会当做善事，啊，我嘛要对你做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一心无量，这修正了吼，一年外年，人因现在呢。300多位啊，一至刚三星出来，这敢唔就是见贤思齐呢？你会当做，我也会当做。这个地方呢，在青海，真正是苦难人真多。那有阿弥的经济，念念呢，都伫咧发芽啦。那念念的经济呢，拢开始呢。有希望是小树，难免就是将来大树啦。沙漠变绿洲啦，相信呢未来啊，会住在伫这个地方呢，应该就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地方，真的见贤思齐啦，这同款的道理吼，所以。阿兰罗修罗，既然有这点心啦，同款呢，才将会当得佛受记正面的文啦、啊，已经呢佛陀为阿兰受记了。那阿兰将来会当成佛，来看正面的文吼、哦，将来啊。阿兰会当得受记，名称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。好、哦，那山海会自在通王，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种，现世世间界无上殊，调御众福天人，殊佛。世尊，这叫做十好啦。昨也讲过了十好，天人师啊，佛，佛是讲我，世尊是世间所尊仰的人，这是人人呢所期待修行，就是五万的这个时尊。得佛受记，将佛所教育呢，阿弥生生世世啦，如佛所教吼，阿弥修行，有一天，家己嘛会当以天体宇宙合一，入感悟，回向各海呀。安尼呢，会当觉悟出来，这是人人呢所期待。下面接落来的文，安尼讲：当供养62亿诸佛，护持法藏，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将来啊。这位山海会自在通王佛吼，将来就是未来啦，一旦成佛，现在的阿难呐，伊将来成佛十好几种。当然啦，这过程要一旦得到呢，的过程啦，就是讲爱当供养62亿诸佛，这时间还阁遮长哦。
现在的阿兰未来的生活，但是现在跟未来的时间还够这长，多长啊？当供养62亿诸佛，要产生一尊佛都无简单啊！何况讲吼62亿呢？这时间还够多长啊？这就是佛陀要甲阿难讲，你爱有耐心，时间还够真长，爱供养这多人。的时间过停啦，这些表示呢，哎，阿难呢，随顺佛意，信受奉行，这个明行敬供养，这都是哎，阿呢行过来吼，阿呢一直落去呢，不断供养。共用62亿诸佛，这么长久的时间，这长久的时间，就是要一直随顺佛意，因为阿难啊，伊是佛的使者，一直都是听佛的教育嘛，所以佛陀的叮咛啊，希望伊呢随顺佛意，这是。佛陀对阿难的用心嘛，而且呢，所说的话啦，阿难啊，一定爱信受奉行，这叫做行的供养吼，也是敬的供养。过去常常跟大家人讲，供养有三项啊。一呢是你的供养，是物质的供养。那各有就是爱真恭敬，亲像大家人伫咧雕山啊，表示呢用伊的身体迄、那个恭敬啊，供养，这呢就是敬的供养。也上重要的就是行，行的供养。行呢是身心的供养，唔只是体态的供养尔定，唔是，还是爱搁在将来心啦。那这以时间啦，长久呢无有间断，就是定定伫咧讲速修、无依修、无间修、长时修。恭敬修，真真正正呢，尊重恭敬啦。这心念呢，是分分秒秒啊。这些佛陀向阿难呢，来希望阿难哎，会当保持着安呢。唔只是现在对释迦佛，也是对未来诸佛。同款也爱安尼，希望将来未来诸佛也会当为佛的使者，这62亿佛啦，的身边随顺佛意啦，信受奉行，这呢就是供养，供养62亿诸佛，实在讲这也是。蕴含着爱断62见，或者62见呢，也就是啊，咱常常会去讲着62见。那什么叫做62见呢？在印度啊，外道教真济哦，吼。那这外道教所修行无有离开色受想行识。大家人拢会为这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呐，是伫人人的身躯共有啊。啊，个人的修行呐，知影有这款的道理，但是修行的方法无同。
各有见解啦。有的人呢，以识去见解；有的呢，是以修呢去见解。所以各不相同。但是佛陀也是教育咱啊，这个五蕴之行啊，好难呢，也苦难偏多。所以伊讲真多呢，这五蕴的道理呀、啊。啊，外道的人呢，这个五蕴中呢，每一蕴吼，也会当讲蕴，也会当讲蕴吼。哈，每一蕴啊，是起数种见。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蕴呐，是伫人人的身躯共有啊。咱每一个人啊，有人的身体，那你有感受无？我是有感受。我现在坐伫这个所在，我的环境、周围啦，身体所接触到的。你今所听到的，我家己的声音出去，家己搁听来的，还是欢喜呢？坐伫遮有舒服无？哈！你讲话听到鸟仔叫，那有困扰无？真的就是感受啊，或者是真欢喜，看到遮侪人咧精进，欢喜的感受。这就是在我的面前，这个相啊，印在我的心灵。时间是这样过的啊，这叫做行识啊，这样从意识中啊，讲出了我了解的话。您呢，也是同款啊，您是听的，到底您坐在这个所在的感受，听入来的呢，是不是有体会到无？这呢，拢是在这个五蕴，所以呢，数种见，每一蕴内底呢，都是包含着数种见，所以才叫做讲五蕴之行，就是有这个物件合会起来啦。所以呢，五是二十吼，佮包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三世呢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透早起来，师父拄则要行入来，天也袂真光，现在外口呢？已经天明了，啊，这是拄只也小夸暗暗，现在已经天光啦，啊，时间滴要到啊，我开始要甲伊结束起来了，那就是安尼，时间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真的，或者是过去生、今生、来生，这有真多。定点结以前的过去，这时间长的长到定点结啊，短到过去生、甲今生、来生，搁较短呢是拄只现在，念咪未来吼，这呢拢叫做三世吼，所以啊，这拢总呢有这六世见吼啊，有吉祥。断这个境界，安尼呢，
合起来，就是六十二件。六十件以断上二件，各个放落去，那就是根本合起来呢，就是六十二件。大家人爱清楚吼、哦，哈、啊，五十二十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六十啦，吼、哦。那搁再呢，断见、上见，这种的根本的无明啦，安尼合起来呢，叫做六十二见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六十二亿诸佛可见啦，这六十二见呢，那就是真多真多的无明烦恼，唔是干那六十尔，这。因为五蕴呐汇合起来呢，和咱制造呢无量数无量数的烦恼啊、无明啊、初中或者是微细呢，拢是包含伫这六十二件的内底的吼，所以称为六十二亿吼，这嘛蕴含着安尼的意思。要成佛，都要断尽遮的无明啦，断尽遮的行吼，遮尼真多，六十二亿在行吼，拢总爱断除，那断一行啦，成一觉啦，所以六十二亿佛家觉呀吼，那就是爱好好断除无明。予咱的心呐，会当觉悟起来，断一无明就得一觉悟，真呢，就是咱爱真用功呐。阿难呐，护持法藏，以诸佛所啦，就是拥护受持一切法藏，所以因为安呢，阿难会当。供养六十二亿诸佛，护持法藏，在这些诸佛哈，那伊都伫诸佛所呢来护持法藏啦，而且呢，诸佛菩萨以大悲心啦，护持如来正法啦，所有。菩萨啊，咱开始呢，要成佛都要发大心啊！发大心呢，那就是爱修菩萨行啊！咱要修菩萨行啊，爱将大悲心起。看看二十年前啦，伫咱平地人啊，去哩到迄个五千外公尺、空气稀薄的地方，这毋是大悲心，也无是啥物呢？动体大悲啊，无忍心啊，迄个所在受大灾难啊，无忍心。遐个众生伫咧受苦难呐，所以呢，菩萨啊，就以大悲心呐、啊，去到迄个所在，为佛教，为众生啊，佛教佛法的精神来支持咱的力量，那咱去哩到迄个所在，去为众生付出，所以啊，诸佛菩萨。
以大悲心护持如来正法，现在伫迄个所在，记海明记事，已经伫遐散布了真多爱的种子，伊也是同款，伫遐伫咧发扬佛法的精神，行菩萨道啊，这就是护持佛法，付出慈悲就是护持佛法啦。所以，使一切邪魔外道无能扰乱，这有这慈悲心嘛，来护持佛法啦，就会当使这邪魔外道啦，未来扰乱吼，令诸众生啊正信傲慢呐。咱爱有做，唔只是干那讲甲听尔尔，爱有做，互伊体会会到，嘛是看会到啊。安尼呢，自然呐，众生呢，伊就会当开开伊个心嘛，啊，接受了正信的佛法，而且呢，爱听，记记事，伊就是看大爱电视台啦，听佛法啦，同款伊伫迄个所在，嘛是甲咱同步哦。逐天啊，伊也是安尼伫咧听法吼，所以宏通六波啦，利益无量众生，甲佛法伫迄个所在展开啦，安尼。来弘扬吼，所以阿难呐，以多闻智慧护持法藏，因功德德。因为呢，内修的功夫真多咯，吼，所以伊会当智慧、记忆真正的强盛啊。这若毋是过去呢，安尼修行累积来啦，那有法度现在呢，佛陀的法啦，点滴入阿难心，无漏掉，这就是功夫啊。啊，这就是累积来的德啦，所以其果地伊的结果呢，就是智慧，生生世世都是伫咧护持佛法，都是听闻佛法啦，供养佛法吼，这呢，巍巍何欲思密啊，所以伊的名叫做山海会。自在通往啊，他是这个智慧啦，甲德行呢，哈、啊，真高真高啊，都亲像苏密山同款，足高呢。苏密山呢，真正到迄个最珠峰啦，是8000多公尺，唔是5000多尔呢，那是真高吼，所以。将伊个德啦、格地呢，披露啦，亲像苏密山吼，群峰不可及啊。其他个山呢，无有比苏密山搁较高呐。所以啊，烟深入大海哇，这个烟呐、啊、就是深吼，真深，就亲像大海啦。
苏米山遐尼悬啊，啊，迄个烟吼，就是讲深坑谷啦，真深啊，就亲像大海同款。啊啊，如汪洋不可测啊，到底偌深啊，到底偌宽呢？吼，古名啊，山海会，伊个名未来。山海会自在通往佛哦，所以金佛一时假啦，就是偶然哦。那未来成佛呢，是山海会自在通往佛。那未来呢，那就是阿难成佛的名号，以护持法藏六十二亿。佛啊，在佛的这道场里吼，如今不疑啦，未来就亲像安尼，未来六十二亿佛啊，的道场里，迄个时阵，迄个修行者，就是现在阿难，甲现在呢做佛的使者同款呐，在六十二亿佛。一道场亲近佛，甲现在无过样啦。这以后呢，一正果呢，是出自行修因得果吼。这就是从行身体力行啦，安尼呢修这个因啦，将来所得的果吼。然后呢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修诸道，乃成正觉。吼，这呢就是阿难将来啊，伊会当得无上正定正觉，修种种的大乘法呢，安尼成正。这就是阿难未来呢成佛啊，有这么大观如苏密，清如大海啦、啊！这个智慧完成呢，成为无上正定正觉，山海会自在通往佛。所以咱修行啊，爱身体力行，唔是干那听呢听。一定呢爱做，尤其是呢日常的生活中，真近唔免等个来世，既然这么真近，六十二件啦，咱也会当清楚啦。在五蕴的内底呢，在咱日常生活中，起居动作呢，所感受到的，是不是有烦恼呢？啊，过去的累积的，现在的表达的，未来的，这呢，拢总是伫咱的断见、相见的内底里，称为六十二见呐。这，请大家啦，爱时时多用心。